天无阿妹爱看，地无阿妹爱包容，祝阿公阿妈母亲节快乐。今麦请阿公阿妈个。今天来到这个社区养护中心啊，哈，来参与这个母亲节的感恩音乐会活动。那我们很感谢黄秀玉老师的一个，就是说带领，好，让小朋友这样一个机会，然后落实在这种感恩教育的部分哦。那我觉得对小朋友是有很好的一个学习，那同时也获得各界一个赞助啊。我觉得这样一个发起这样的活动非常的有意义。那也希望说后续能够带领更多的小朋友啊，来参与这样一个活动。那也谢谢我们的黄秀玉老师的一个指导。